不是有促销吗？这个要下架的。对，不好意思。连锁大卖场知名 BB 十三香辣油，但店员说不卖了，正在紧急下架。我查了，肯定会下架。有的门市店员还是一头雾水，说没接过讯息状况外，这都是因为苏丹红风暴越扩越大。台南市卫生局发现老字号 BB 十三香辣油使用到苏丹红，卖到全联17000多罐，不分批次全数下架。还有嘉义市这间鸡排店，卫生局查扣一包包含有苏丹红的辣椒粉、胡椒盐，业者从金站加广进口胡椒盐60包，辣粉10包，58包全用完，恐怕超多人已经吃下肚。已经转售到其他的县市，所以我们也已经通知其他县市的卫生局来协助下架回收。全台各县市都在忙着稽查下游厂商和制造商，苏丹红流窜全台，北中南全台沦陷，将近40家业者进货有毒原料，在制作成黑白胡椒粉、辣椒粉、咖喱香料各种粉。知名食品大厂从虾味鲜到海底捞、八方云集等被波及，范围已经大到查也查不完，稽查似乎也遇到瓶颈了吗？知名连锁素食店顶呱呱自主性胡椒粉部分商品暂停供应，求自保，肯德基也跟进，皆无检验出苏丹红原料，但为了更加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心，我们也针对可能有疑虑之品项也已自行送检中。苏丹红食安风暴，不少知名业者沦陷，小吃鸡排吃下肚，加上知名的 BB 十三香辣油，最惨的还是被蒙在鼓里的老百姓，不知道已经吃掉多少有毒的工业用染剂。记者侯国文、宋美成、王淑红南部综合报道。